杀伤有这么大的罪过，有杀伤有这样子的祸患呢，大家都能够好好的东信，都不清楚呢，所以比较就是这个无名嘛。那我们呢，就是有机会呢，知道就是佛，知道就是有这样子的真理呢，我们呢，今天呢，能够相信因果，相信有这样子的善法的功德呢，做这种善法是特别有意义，希望大家积极参加。 佛法圣众前，菩提坚皈依，为广成二力，发起菩提心。每一个生命都需。 要关爱，每一个角落都需要关怀，献一丝微笑，说。